是之前哥哥养在帝都读书地的两个孩子，所以出手救了我。我想找出陈月的疯子，这个与我无关。我早已经不是天区武士了。你不是喜欢这里吗？那我们就解决麻烦，然后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住下去。我今天就要行着大逆不道之事，拿回苍云谷尺剑，杀了世子。 其实李长根早找过我，他说，只要交出一个人，就饶了我们全村人的性命。所以从一开始要我去伐木，那就是骗局。从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决定，把雨儿交给马匪了，谁都补偿不了他。 阿索洛，你照顾好小舟，他的伤很重，要藏好，千万不要被人发现。你要去哪儿啊？玉然被马匪抓走了，我要去找玉然。你是说，雨儿姑娘？是。她的名字叫雨然，是我们的好朋友。关于我们的故事。 我以后再慢慢讲给你听。你保护好小舟，我先走了。
这是我让村长夫人给你换了一身衣服，在哪儿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哪里。你要带我去哪儿？青州，你的家。我的家不在青州，我要找季阿苏勒。 和你一样，一个羽然而已。找到了吗？马匪和头领都被人杀死了，羽然不知道去了哪里。兴许羽然被人带走了。可是羽然。 与各方却说都没有任何关系，谁会把他带走呢？起来，快走！找到了，你们走。我要问清楚，是不是他们抓了羽然？我问你，羽然是不是在你们手上？什么羽然？我是来找小周公主的，把他给我拿下！ 小子，啊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哎呀，怎么又穿上我们雷打的皮甲了？嘿嘿嘿，我就知道你小子是块材料。小玉见着你一定很开心，走吧，跟我回去。张伯将军，我不能走，我要去找羽然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 老子就应该先让他们修理你一顿再来。再问你一遍，走不走？我得去找玉然。来人，给我绑了。还有那两个。 进去吧，尼官稍后会为你们诊治。 大军围城，商阳关已成决定，没想到在这种时候，小周公主和大宗主居然来到此地，欢迎啊！长将军强行留客，我们也不敢不来拜见李公。只是我素闻离宫光明磊落，倒也并不真的担心。公主过奖了，尹某不敢当。 世子不认识尹某了吗？我听雷琪说，帝都大乱那天，世子状若疯癫，杀人无数。世子心地良善。
朋友有难，他自会拔刀相助。只是那一战过后，世子就更沉默寡言了。有人看见他冲回了太清宫，不知后来发生了什么。先帝莫名驾崩，公主是他最宠爱的妹妹，就不想为他报仇吗？世子还记不记得那天发生了？我知道离宫想要说什么。离宫如今。 背负着弑君的罪名，引起了天下诸侯的讨伐。离宫确实不缺乏弑君的胆量，但弑君并不符合您真正的利益。公主说得好，但您最好说出凶手是谁，这符合我们双方的利益。离宫确实并未弑君，但诸侯不会相信，也不愿意相信。而我，只有在能够安全带世子离开的那一刻。 才会愿意告诉你们，还有天下诸侯，谁是真正的弑君者？公主殿下，有一件事情没想清楚啊。这里不是朝堂，事已至此，谁是真正的弑君者，已经无关紧要。战局已开，剩下的唯有一战。 你很聪明，但是你低估了你的价值。比起真相来，你这个人更为重要。行军打仗条件简陋，但这里很安全。委屈二位了。 他吹的这叫什么曲子？他吹的是帝都的曲子，叫做《漫吹红》。你觉得他吹的怎么样？孤寒高雅，隐约的。 还带着一丝悲意。嗯，公爷，我觉得他一点都不悲。身为东路第一名将，带着70000多人到咱们这儿把咱们给围了，我还没悲呢，他凭什么悲？对啊，<笑>有的人呢，你给他一壶酒，他也就不愁了；有的人就算拥有天下，他也是要悲的。 白衣的箫声，除了悲楚之外，还有一股坚韧，仿佛刀剑在鞘，不外露，却自有清刚。《漫吹红》中。 暗藏金戈凛冽，只有白毅将军有此风骨，大战将起，真让人兴奋。是白某有幸吗？城楼上的是离国公吧？白大将军，你的漫吹红吹得不错。 不愧是东路第一名将啊！今日有缘与离公在此一遇，倒也是我白某期待已久的事。彼此彼此，你我战事一起，只怕是要再次血染这商阳关。离公，你真的想好了要与我们一战吗？
白将军弦外有音呐！此时此刻，我如果告诉你，天启城太清阁那把火不是我放的，你会相信吗？哼哼！我营某征战一生，相信的就是胯下马掌中刀，这弑君的罪名。 我替天下人扛了，不知白将军准备在这儿还吹几日啊？3日之内，引兵破城。一言为定。撤！撤！我们做个交易好不好？什么交易？这样，你把我放了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我要祭武神。 也就是你，我连这祭武神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啊！那我告诉你，你认真听着。你的父亲曾经是羽族各城邦的领袖，15年前因为一场内斗，致使你父亲死去。从此，羽族三个最大的城邦之间。 开始了漫长的相互攻伐。15年里，没有一天太平景象，河水流到了天拓海峡，将那里几乎染成了红色。这都是15年前的事儿了，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啊？相传，禹皇之女，有着姬武神的血脉。 她将是青州万民的拯救者。那天夜里，你跳的舞蹈，我看得一清二楚，所以我敢认定，你就是我们的公主。好，我是公主。哎，那这公主的权力有多大？我可不可以命令你把我放了？看来，你还是不愿意相信我。 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是天驱。哎，对了，天驱就得听阿苏勒的话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让他知道你绑了我，他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他救不了你，谁也救不了你，你只能靠自己。公主殿下。 既然你说我是公主，那我问你，我的父亲为什么会死？杀死他的人是谁？你看，你又不说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你一会儿说自己是天驱，一会儿又说自己是羽人，我怎么知道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 你说话！我做的一切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回到青州去。你的翅膀？回到了青州，就什么都知道了。 每天就是约战的第3天了。姐，我告诉你，大战一开，谁都不知道发生什么。双阳关北门有一条小路能上山。
要是你还想去找那丫头，我就放你走。 我的确很担心雨人，可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她。眼下阿苏勒和小舟还在这个随时会覆灭的地方，我又不能丢下他们不管。这是你自己做的决定，到时候别说我没给你机会。 走，过去看看，都走了。